我想澄清翻呢件事，佢系自杀唔系被杀嘅，因为我一路有同警方跟进住嘅，所有 CCTV 我都睇过晒嘅。当时 CCTV 佢神情都系异样嘅，我净系想佢哋放过我哋一家人啦。为咗钱，为咗条仔，连个女死于非命都不闻不问，等睇佢俾条仔压晒啲钱，人财两空，瞓街揸兜啊！冇样冇全名，求其揾个人都办到啦，得张出世纸证明到咩啫？连收房者系咪姓何都冇人知啊！妈妈死了，个女儿已经很惨的了，我不明白黄丝铺头为什么还要拿这件事来过桥，给回少少人性，只是少少就够的了。请不要再骚扰死者和她家人，这个时候最需要是人去安慰和支持，不要在人家伤口上撒盐，令人痛上加痛。为人父母有什么伤心得过痛失自己的儿女，还要站出来为自己的女儿和警察取回公道，看到都心痛。请收手啦，不要再伤害一个伤心的母亲，无知识谎言炒作，可耻。